就是个大广场了。他们之前说这个厂子上有卖自动冰淇淋的机子，我没见过呢，想来看看。其实这个滑冰场我也没进去过，我原来建的时候他还在建，后来我离开北京了他就给你建好了，开奥运会开冬奥会了。看一下啥样子，不是在老哪儿啊，我呀，哦，现在底下是一个球场，说拜的，在冰场中心可以滑冰吧，国家里头。对，我原来就只见过这个效果图。说这个，我现在肚子有点远一点，跟着拍个脚，我哪追不上呀？这个给小孩玩的地方。你让我玩吗？小孩玩啥呀？这不就是个充气的泡泡球吗？走吧，滑梯，慢点事儿，慢点事儿，说怎么老是爆出奇形怪状的声音。但是这种其实滚轮子反而这个危险，那万一哪个地方有点什么杂物啊、卡壳啊、夹衣服什么的，夹着小孩的手啊什么的，就麻烦了。还不如那种光光的管儿，密封的全密封好，可能还安全点。这边可能到时候要搞演唱会是什么，就是搭台儿的感觉。防范入室盗窃，就是夏夜治安巡查宣防。这边怎么还这么多人？那个是不是就我们说的？